过来，两个人看一下哪个真哪个假，要不要换？不换的，你看我就知道你猜不中。要不要再来一遍？看好了啊，甩过来两个人，一个真一个假，这边对不对？我知道你这把要换那边。哎，怎么样？啊，给你三次机会，最后一次啊，猜中了再送礼物。看好了，一边一个，猜哪边？要不要换？还要换吗？确定不换？你看我就知道你不会换。老陈呀，这个街头艺人真要玩这个生殖游戏的，注意看，他想让你压中，就在这个时候把这个眼环拿起来往这儿一放，这两个眼环，这个是假的，这个就是真的，只要你轻轻一拉，哎，他就套在里面了。第二次他真要让你套不中，加上来请看，这个地方拉回来的时候往这儿一放，哎，两个眼环，注意看，套哪个你也压不中。为啥呢？如果你压住这一个，看一下，他也在外面。有人说，那我压这一个，这个肯定是真的，请看，他也在外面。所以说，不管你压哪一个，他都在外面，这两个都是假的。怎么玩的？告诉你，就在这个时候拉过来，往这一放，这两个眼环，他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压住这一个，他在外面；压住这一个，他也在外面。真要让你压中一次，是怎么玩的？注意看，把这个地方拉回来的时候，记住，在这个时候反转了一下，你是看不到的。这两个眼环，它都是假的，这一个就是真的。让你一拉，哎，压中了。这就是一个真假的阴阳扣，您看懂了吗？